妈妈监督核电联名指控，本来要伫咧一份台北车头刊的反核事的广告，却予台北一份公司强逼讲爱甲废除核事这字提掉，爱留白白的方式才会当刊。台北一份公司是讲哦，这刊的内容是广告公司因家己决定的，绝对无要求因来修改。这份台北车头通去地下一楼的电梯边啊，最近有新的广告，为关好冰箱调降荧幕的光度，不过看的人刷不刷刷。那个行动电源吧。随手关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这个署名富邦基金会顶的广告，其实原本不是安尼，原本图顶端有真侪除以四的数字，黄色的箭头内底搁写废除核四吧。刊登广告的妈妈干都核电联名指控，是去台北这份公司强迫，且甲废除核四的字甲图去掉。广告厂商有提送第一版的广告，因为内容有可能会涉及到广告审议委员会定义的政治性的广告。可能会由这个广告审议会来审议，所以那个就他就自行撤回而且修改的广告内容。台北这份公司表示，广告内容若是出现政治团体的名，包含诉求，也是有争议、无共识的公共议题，拢算是袂当刊登的政治广告。是毋是政治广告，是由消基会代表，还有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来审。毋过，这个广告是连送信拢阿袂送，广告公司就家己退转去，把反核事的图拢去掉。可以放，为什么不能放？那没有关系啦，我觉得大家看一看，有时候会看的人一定会看，不会看的人不会看、啊。虽然这份公司强调无干涉，不过经过民众认为，就算看反核事的字，看到的人心中嘛有家己的想法，把相关的字甲图拢去掉，等到让人是雾沙沙。记者林振禄、郭俊霖台北报道。